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朋友老温柔了，给老板娘介绍相亲，男方坐在后排，他竟然没发现。你会介绍对象啊？这个够意思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别胡说八道，什么都往外说啊。人家问你我会什么，你就说琴棋书画。什么玩意儿？琴弹，棋五棋，琴书，我打游戏，是不是老是说？画，你看我化妆是不是特别好？琴棋书画，这么个琴棋书画，你就这么说就行。好好好，人家要问啊，有没有谈过对象，你就说谈过一个，拉拉小手。你信吗，大姐？不信，就这么说啊。啊，行行行。你相亲对象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别吃大菜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也没让我插话呀。还有你啊，你怎么不吱声呀？这个不说。